Shit, uploading 什么了 ？Uploading。Go, no, no uploading. Go. 加 uploading。真的走这位，真的 uploading 了。关掉我的道，我跟你讲，我杀掉你了。关。关啊！关了。我不怕 upload 到多快？杀掉我！他这样用，这样开直接打闪还可以。你的 U 你的 U 包包没有钱啊？啊？没有了，他下次他有用了。想要跟接那个 point 吗 ？Video speed, can call 对吧 ？Can record, can call, can call。我找研究一下再回来，放在哪里位置？他是进你下次进的前台位，他会有。干嘛 ？Can call, can call。That low key 最近我不知道你怎样去申请的。好，我进前台就给了。来一个，申请那个卡。V 卡很容易申请的哦，很多地方都有来申请哦。是怎样申请？要什么 ？Member V 什么都不用。不用，什么都不用，什么都不用。你这样子在有那个卡那个申请？那个卡很久了，其实我是电话那边来的。电话我不跟你讲那个讲话用的，就有point拿的。然后我就是那边申请了，申请的话，哎，这边有申请的，那我去 U 摩包看，哎 ，U 摩包有哦，我当然是拿 U 摩包嘛，因为我 U 摩包有金钱有 point 拿，我就拿 U 摩包那个咯，都一样的。比如说我30块叫你去买来讲。哦。有没有便宜？就是不知道，没有便宜，没有便宜是另外一回事。有没有 GST？ 一样有啊，那些一定有的，你是要给31块多吗？一定有的，31块多。GST 不是一定给的吗 ？GST 一定要给的，真的不妨难免。不然你买50块钱，你扣了又要给 GST 啊？你买50块吗？50块是扣有 GST 的再扣。他自己扣我一点点，我那个50块是3% 了吗？3% 是多少钱啊？50几啊？不是3块多。3块半讲的50块。50块半了，那个53块吧，很少，忘记多少钱了。快半了，对吧？快半。53块吗？快半哦，一个人半了是。可是51块要给。50块要给6%。50块是6%是要给53块吗？还是给51块，我那个是另外一个公司给的，那个不一样的。破风难搞，搞不到。哪里呀？哦，没有啊。找不到，真的破风难。哇，你那有 clean up 的，这样爽的。我要关的那个 application 一定要关，不关的话等下你就GG了。我十二点了喂。嗯。下子。关都是不行，有什么事情他就会自己关的。就这样。再见了。我是听日，你只要去食嘅，得俾你食啦。等我听日。你唔多去就可以喺其他窿度食。阿林咩位 ？One more minute， 要 record 咧，要出 record 是这样啊。你那赶人家走 ，record 要 record 这时候得赶人家走。重垃圾，面好垃圾。好垃圾，好油啊！我面好多油啊！